因为这个耳朵的层次比较多，所以我画起来的话呢，也是，用了很多层次的重色呀、灰色呀和亮色的关系，所以我的重色来讲的话，相对处理的，更强烈一些。
最后呢，再整理一下这个画面的这个边缘线啊，所有的边缘线，再进行一个整合啊。把周围的这个手印儿啊，稍微的处理一下，这个五官的耳朵的部分呢，就给大家做完示范了。稍微总结一下的话呢，关于这个课程的要点啊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，一定要把耳朵的这个体量感啊要画出来，包括呢它整个的颜色的那种区域啊，比如往里面延伸啊，延伸那种感觉啊，这个层次感啊。这块儿，从实啊，从实往后到虚，然后延伸进去的那种感觉啊，从这边，从这儿的实啊，对比墙，一直慢慢到里面到虚，延伸进去的那种感觉啊，包括这块儿啊，耳垂这块儿，从实啊，慢慢到虚，延伸过去的那种感觉，一定要给它把握住，加强啊，包括这块每一个这个耳轮的这种转折往后的这个。反光，啊，反光投影，啊，都要给它整合啊，压住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包括这个耳轮的这每一个起伏啊，这种圆柱体的这种理解啊，你要把握住啊，要理解到，啊，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你这个耳朵的这个啊大的这种体量感可以抓住，同时呢，你的这个耳朵的这种细节啊。耳的那种厚度那种感觉，啊，也可以表现得很从容啊，达到这个一个很好的啊理解的一种程度，啊理解的一种程度。好，那么关于五官的耳朵的部分的讲解呢，我们就给大家示范到这里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。